不，你们告诉我，艾吉匹夫在哪儿充啊？在哪抽？25个，总会来一个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打开10个。IGLG 哎，抽不出来啊。哦，哇 ，DW 级的抽出来了。哦，我靠，等一下。哎，它是可以抽出来啊！我以为你们在骗我，这个箱子里没有皮肤鞋，没有那个，没有对 DWG， 这个是摩根娜传说级别。哇，这有点上头啊！等一下，再来个25个，我抽不出来，我今晚抽不出来，我是狗。我是有数的，兄弟们，我看一下，我先抽出来什么了 ？DWG 烈女，不，曙光，对不起，不错的是我常用的英雄里面，就海喵不是有，就海蜜皮肤我有，我要把它就是抽掉，算了，再充点钱，兄弟们，完了，我第一次在英雄联盟出这么多钱。一天充个2000块，不是，这是我的号，我充点没关系的，不是，你们又没有卡靠 talk， 你们怎么给我充钱？需要给我充钱的话，就要把卡靠 talk， 还需要韩国手机卡。没事，主播3天不吃饭就好了。不是，真有人在英雄联盟充很多钱吗？不会吧？我这个游戏我见过游戏里面所以不用充钱的。今天就给把要 IGLG 抽出来了，我、哦、这个比原神抽钱还要上头啊！我感觉到了，有人充了80万，80万能干嘛？我想一想，我挺想知道官方皮肤这一块能赚了多少钱，直接发财，几个亿，一年400亿美金是多少人民币啊？我看一下，算一下。400亿美金是多少？哦，这是多少人？从哪里开始算1块啊？哎，文波，啊，这是多少钱啊？400亿美金吗？这多少钱？400亿美金，这人民币多少？啊，看一下。喂，看一下天。10万、100万。啊，是他这种，我搜了一下，他就给我这样看啊。是的，那叫赵吗？赵吗？我现在没什么人懂啊。看了一下，说是什么，就是英雄联盟一年赚个皮肤钱的，所有的。啊？你又发 flash 啊，快！这肯定要先打到俱乐部。这个因为俱乐部这个太强，400亿美金，那我们就是让我们一个得分，对，那得分。不是，你知道给我们分就10%啊？10%也有他妈哦！你别说10%，1%。不，他是应该都不用坐着打职业了。不是，他是总共吧，就把所有的总共皮肤钱。400亿美金，你别说就10%了，你百分之一，我们几个都不用坐着打职业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惜了，错过一波发财的机会。感觉被弹幕钓鱼了，看出来。我操，等一手，放不了给你打皮肤钱，直接来不起。
今天好的是，今个好饭，兄弟。要被怼呀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几百块 ，OK， 那我舒服了。小心，小心！难道难道？难道难道？哎 ，nice， 把他们全部推墙了。来来来来，一下。哎，不是，我有次爪子是什么东西啊？宝贝儿，哦哦哦，这减速太多，哦，哦哦哦 ，OK， 十九分，死打，哦，哦，兄弟 ，OK。